怪，你老盯着我干嘛？我脸上又没写字。是啊，别说写字了，你整个人都快消失不见了。哼，你这家伙还想挨顿打是吧？怎么了？说话呀！敢做就要敢当，挨打就要站直。你别走，站着。唉，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。现在我们俩这样子，恐怕全都挥出去也和空气差不多。与其把精力耗费在无意义的争斗上，还不如早点去晒晒月亮。明明是你先要逞口舌之快。嗯？晒月亮？难不成你真相信那些鬼魂的话？